那个优惠券去购买的话，你会获得很大的优惠哦。而且呢，我建议大家去参与这个团购，说不定还有折扣哦。好，那了解了我们的天意之后呢，我们该听歌啦。是，接下来你们想听谁唱歌？想听孙楠吗？我已经看到歌迷们亮晶晶的这个粉丝牌子了。想听亮颖吗？好，答应大家的要求，接下来让我们请上张亮颖。来，有请。他用非凡的声音穿透每个人的心灵，他用最温柔的一面唱着恋爱中所有的坚强与不妥协。爱情挥霍在当时光渐渐败退后，他用实力让我们屏住呼吸，最具国际发展潜质女歌手张靓颖。你们好吗？一首《如果爱下去》首先送给大家。街头那一对和我们好像，这城市花灯初上，多两个人悲剧散场，放开拥抱就各奔一方，看着他们我就湿了眼眶，不回头两个方向，流着泪的破碎脸庞，仿佛我们昨天又重返。很久以前，如果我们爱下去会怎样，最后一次相信地久天长，躺在你温暖手掌，不需要想象以后我漫长的孤单流浪。很久以前，如果我们爱下去会怎样，毫无疑问爱情当作信仰，可是收获已经是另一番模样，我希望永远学不会坚强。看着他们我就湿了眼眶，不回头两个方向，流着泪的破碎脸庞，仿佛我们昨天又重返。很久以前，如果我们爱下去会怎样，最后一次相信地久天长，躺在你温暖手掌，不需要想象以后我漫长的孤单流浪。很久以前，如果我们爱下去会怎样，毫无疑问爱情当作信仰，可是生活已经是另一番模样，我希望永远学不会坚强。街头那一对
好想放开拥抱，就各奔一方。谢谢。